Hello， 大家新年好，我是团长。今日是春节连假的最后一天，玩完回去收心，明天就要上班了，后天开学。我今日又是公车迷的行程，等等要来搭敦化干线，从离中市场站搭去士林官邸站，可能会搭到电动公车，要去士林官邸站看花海。敦化干线公车原本是285，会经过敦化路，敦化路很像台湾大道，有没有觉得？下一站富阳街口，
阳光。漂亮啊。
下车。
中间搁需要澄清，凤山特色是咸。
谢谢。现在已经来到了士林官邸公园，他准备去看花海。
看完之后，我觉得现在没什么了。等一下搭公车去淡水天元宫看樱花。先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和分享。那我们下集再见。